自今日起，你我再无瓜葛，往后纵然相见，也只当不相识了。都进来吧。 起来！来，起来！过来了。陪王伴驾，要谨一宗就是规矩，行不回头，笑不露齿。什么时候都是端端稳稳，处变不惊。如今瞧你们以个个的，不成个体统，衣衫不整者，东倒西歪者，喊饿叫停者，皆不得入宫。各位姑娘，请回吧。姑姑。 出去！出去！快出去！林姑娘，请随我来。你们在此少待，不得胡乱走动。 姑姑，这是怎么了？想必就是社区考咱们呢。横竖照他说的，不走动就是了。林姑娘，姑姑有话吩咐，请姑娘随我来。就我一人？是。嬷嬷找我来这儿做什么？ 少春，为什么？我不相信。既然被你撞破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我在百戏班隐忍多年，不过是为谋得一个出头的机会。眼下正遇上宫里大选秀女，若是我能进宫。 将来荣华富贵享志不尽，若是不能，我便再去找你。就说遇上了神医，治好了病根，让你再娶我回去，当你的少奶奶。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本就是这样的人。弃子无情，料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。我原本还想敷衍敷衍你，如今看来不必了，倒也轻省。自今日起。 你我再无瓜葛，往后纵然相见，也只当不相识了。你同我回去吧，我即刻回禀太太，八抬大轿引你进门。你孙家煊赫至极，全赖孙贵妃有宠。 说到根上，也不过是凭女人发家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养人鼻息？皇上才是真主宰。你回去吧，你孙家毕竟比不过天家，我已然走到这步了，还望你有成人之美，莫来阻碍我前程。四爷，多谢你这些时日的看顾，也希望你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成全我。 不要给我使绊子，日后我心愿得偿，自会报答你的。
四爷，赶紧走吧，江姑姑回来了，要知道我在她碗里下药，非活吃了我不可呀。她不是这样的人呢。哎呀，四爷，赶紧走吧，走。落梅迎香，你们俩住右手第一间。是。袁荣慧心，你们俩住左手第一间。是。少春绿衣，你们俩住右手第二间。是。你们俩最里面一间。是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是。这么小，能住人吗？别说了。来人。在。在。给我把他拖下去。是。姑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知道错了，姑姑。好看吗？皇宫大内最要紧一宗就是服管教，上头叫怎么就怎么，没有你们挑拣的余地。这会儿还轮不着你们享福呢，先得磨平了性子，将来有你们受用的时候。倘或迈不过这一关，趁早回家，当你们的千金大小姐去吧。姑姑，您别生气，保重身子要紧。家父先前和织造府的人有些往来，他老人家托我向您带个好，说姑姑辛苦，给姑姑预备了谢礼，请姑姑得空的时候上铜驼街的酒楼里去取。哟，我这里呀、一视同仁，凭你父亲是谁，在我跟前别赖这套，学好了规矩是正经。这个姑姑倒是清廉，先前咱们光是画画像都不知塞了多少银子钱，这会儿子可好，省下了。这年头啊，哪里来的你这样的人，像你这样想行私交原该背着人才是，你这样大拉拉的说出来，可叫人怎么答应你啊。依我说呀，这银子还是当花的，到时候姑姑把我排在第一排去面见皇上，我入选的几率就更大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哎。